女人暗恋你的十个表现：第一，会偷偷的看你，你突然发现她就会装得很无视、很冷漠的样子；你偷偷观察，就会发现她会偷偷的注意你，而且眼神也不对。第二种，看到你很兴奋，当你发现你在她身边，她会变得特别兴奋，有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；当你离开，她又变得沉默了。第三种，像孩子一样故意气你，她会表现得很高傲，有时还会用话刺激你，他这样做就是想引起你的关注。第四种，在背后偷偷打听你的消息，如果你正巧被撞见，他会脸红，旁边人还会偷笑。第五种，他会在朋友圈或者 QQ 空间经常关注你，关注你的动态。第六种，嘘寒问暖，比如说你怎么就穿一件单衣呀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呀，这句话看似很平常，实则是对你无限的关怀与爱护。第七种，无中生有，故意找你说话，比如会问到你那天借给我的那本书什么时候还你啊，我已经快看完了，不过还是想看下去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书，像这样类似的别的什么的都可以的，这样的话绝对让你丈二摸不着头脑。第八种，神情恍惚，有人说女人喜欢一个男人就会变得反应迟钝，比如你问他问题他半天没有反应过来，正是齿音作怪。第九种，抛眉挤眼，俗话说明目春情暗送秋波，女人对男人眉目传情，不惜千方百计地去追到手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就是英雄也难过美人。第十种，莫名吃醋，女人只有对喜欢的男人才会吃醋，如果男人玩耍嬉戏时是和别的女人而不是和她，她内心必定非常不舒服，莫名发火，这就是吃醋的表现。